今年几斤啊？您看，七十，人这叫做正港无装无塔的哦，因为伊无头毛通装，无半分的哦。啊，佫慢慢啊起来一，不是向阳好起来的呢，你这慢慢啊起来的呢。然后我刚好60岁。你哪知道？哎，人囡仔拢食手去食脚呢，你来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你看伊表情。讲的嘛假。哎呀！你看这。哎呦，那么惨。哎呦，自己脑瓜的东西有什么？哎，怎么告诉你？哎，就臭臭哎，很恶心呢。啊，你是捌听无？你来听听过。冰火五重天，哎呦，今仔到底要讲啥？大家拢讲啊，冰冰啊，啊，你来本人比电视较水咧，啊，当然咯、喔，不但比电视较水，嘛比电冰箱较水啊，啊，你哪会精神拢还好？当然嘛，会当好，啥物囥会好歹啊呢？到底今仔要讲的是啥物主题咧？邻居圈里头有很多的妖精。哎，不要误会哦，这可不是在骂人呢，而是他们出道了几十年，容貌都没有什么改变，就是有办法永远留住青春。到底这些艺人有什么奇怪小撇步呢？现在就让我们听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说的呢？原来是要讲啥人较老，啥人较臭老的，甲较未老的。啊，若要讲未老的不老妖精，每一个人拢无同款的这个保养的方式。你来看这个名人哦、喔，你来看，哎、我予你看这个名人一个。哦，这个名人，郑爷，今仔日哈，我甲恁大家讲哦，我的保养的方法，就是每日念一句阿弥陀佛。一定是用的护颈来一个保养，保养个这么水、嗯、哦，你甲看伊个面容，真正是慈悲为怀，诶，慈爱众生，普度众生。好，恁要伊今年几斤啊？恁看70，啊你嘞？我要超72，七十二，系。差不多了，差不多60而已。嗯，他一拿你看起来，其实只要是差不多60左右啦。拿你看起来才60左右。因为哦，人这叫做正港无装无塔的哦，因为伊无头毛通装，无半分的哦。恁大家不阿弥陀佛陀，伊无阿弥陀佛的哦。正港无发根的哦，你看伊面真正发根的。皮肤水晶型的哦，哎，有的是这个叫法令纹。那法令纹人讲吼，那以咱台湾的相学来讲，有法令纹，这代表讲有能力哦。有看你这有法令纹呐，啊，你这有长叶秀，啊，安尼吼，冰冰姐，啊，你看阿姨嘛有啊，我嘛有啊，我嘛有啊，人讲这入侵入我呢，啊，你嘛有啊，啊，大家拢有，大家有，哎呦，你个，这无一个无，这有法令纹的另外一个解说，就是讲人啊，你已经老了。我要要40-50岁哈，哦，无呀，你这里要怎么过啊？安尼，阮只个人，恶心打来恶心啊，不能再恶心啊！我55差不多，你用55啊？你嘞？差不多60啦，60，58，六十二至六十五，安尼吼，62至65，这个阮阿姐，那我甲看个应该是二倍，哈哈哈，你更加恶心，你是讲二倍你就没有啦。你不会啦，我一定爱较恶心的块妹妹嘞。那个看伊很仔细，今年哦、喔，到底牛年是几岁哦、喔？好，下一位，哎，蔡主席，主席，妹妹是主席，你是代表会主席，你是主席啦，主席。安尼看起来应该是几岁？哎呦，
看到才五十通遐呢。哎呦，你看我看四十尔，那这型我看是四十。因为这个型啊，我看差不多四十八到遐。四十八，安尼恁两个才差不多。差不多啦，是我妹妹，我蔡思文，你蔡英文。啊，有影哦，差几斤呢？啊，你看伊几岁？四十八啦。四十八，我感觉四十五，系五十九。这个型，哦，你咪收夸张嘞！真的啊，他这种打扮这个样，不是像五六十岁的打扮吗？你哪个戏仔鬼有那种？我反而觉得你这样不是打扮嘞，这样是打击嘞。对，不是我看我自己看，我觉得他很像那种学生刚出来的嘞。我那这个打扮呐、啊，都开始在读破书。对啊，感觉都在读世俗朴素，人家有学问的那个打扮。嘿，这个型，那我看真正嘟嘟才四十一级啦，那我看四十一级，结果真正到底是几岁？天下所有阿婆啊，所有欧巴桑，大家斗阵来做哈。哎，今年哦七十一啦，加起来来来来，倒拍倒拍，对啊，就叫安尼嗨落。哎呦我手很低，靠我倒啦。哎呀，你我你我跌。你又袂跌啦！哎呦呦呦呦！啊，这个又跌，哦，又袂跌呢！我讲咱手短啦，嘿，手短哦，又袂跌。你个手短，等我翻来啦！没有没有，又袂跌。不，安尼筋才会较软，安尼才筋才会。原来，哎，原来是啊，有的人吼，在什么背后拜观音，有无？哈，背后安尼，哦吼，哎，可以啊。哎呦，一个我倒。合袂哇，合袂哇，合袂哇。其实，合不开哇。可以啊，你看，哎呦，可以啊。你看，你看，哦，莫怪你叫人在跟他观世音菩萨。啊，我嘞。你不行的话，等你插在衫内底就会痛。哦，啊，再来就是讲手短嘞，哦，手短嘞，啊，你只安尼。外单先啦，外单对啊，对啊，喂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还有还有，啊，还有这样子啊，哈嘞。哎，哎呦，马桶，哎，马桶，棒，哇塞。喂，你把风景搞掉。喂，不是啦，我早上都是会这样，啊，有时候都安尼。甩一甩，哎，还有像那个皮皮飘飘的，哦，一样一样一样，哎，很厉害啊！还有人是这样，上面跟下面拉拉着，上面是啊，哎，你手好厉害，好厉害了！来，另外一手，另外一手换，啊，换，另外你换换就没办法，另外一手，来，你拄下换这手，换这手，我刚刚无在，不，我甲你叫，我甲你叫，我了，拜拜，无啊，你手莫来，你手唔得来。哦，有啊有啊，嘛是机会，有啊机会。刚开始要有人帮助啦。对啊，可是很快就流汗哦。其实哈，这个有一点跟瑜伽异曲同工啦。对啊。就你常常把你的筋、你的筋啊，给我弄，啊，你就会较少咧。喂，你动作，阮家是咧运动。这个救袂着呢。哇，这个真正救袂着呢，这个真正救袂着。喂，你话救按倒位去？这个这练几遍啊，都一样。对啊。对。哎呦，还有上重要哦，一点啦。像我老师拢会甲咱讲，一般啦吼，会甲咱讲讲，咱目睭、咱面吼无法多，但你若有法多去做面吼，也是很好。啊，你若无时间去做面吼，咱面嘛使运动，面面啊运动，面面运动。比如讲目睭吼，咱很处理，安尼安尼，所以这就是目睭的运动。吼，啊，即摆来玩吼，有时用这皮吼，这边拉拉到这边，往上拉，按摩拉。怎麼拉就自己这样拉腿啊，阿姨拉腿这样拉你看，不是啦，这样推啦，往上推。阿婆，你有每天这样推吗？你有吗？啊，我来你看电视咯，给他们推。我跟你讲哦，要有油啦，你不能一直对啊对啊，推起来会掉。化妆的，阿公把机会运动一下，你看顶，安尼真的很好啊。阿你打阿哥一张永贞哦，就食指这边哦，稍微这样按摩一下。你上下上哎，就是两边这样。哎，上下那再无一个棍嘛吼，啊，这个棍你就讲，感觉那么教阮孙安尼。有时啊，你若讲囡仔拢爱看电视，啊，你就目睭会运动，目睭较袂疲劳。是，上下这边按二十下，这边二十下。啊，对对对。阿姨，啊，甲这边目睭白白加二十下。不可以，那么他是要用点的，点的，点的，又不是用点的。你讲的才对，阿姨讲的才对。没有效，你那个是在抹眼霜。对呀，不要气点。还有一种是用拍的，用拍的是有用。那个不是，拍的没有用。你爱甲气点，下面就把这个神经，好不？那叫我去滚。啊，你一直滚它啦，啊，它有用就你甲推。啊，这也不能。这样会松掉会松掉。不会，有的错误的方法不是啦，不可以。这样子，这样子啦，会松掉，会松掉。不会啦，你刚刚用点的可以，用点的不能拉，不能拉动。啊，再来就太阳穴这边，哎，按到再按。哦，按的可以。啊，赶紧把睫毛夹，啊，你给推，给推。哦，不能推，会松掉，会松掉。阿姨呀，阿姨，阿姨，我们不阿姨，阿姨，标准的方法是要这个两个
手指把它拨开，要这样这样推，这样这样推，马博士都不要推，人家是医生，医生讲的，人为阿姨，现在我都明白了，阿姨，阿姨，真的很专阿姨，你们身体健康要紧，还是什么拉什么？身体健康，我跟你讲哦，我一个老师跟我讲，就是用食指这样用点的，慢慢点，然后。让那个穴道这样子，整个让你的眼睛呢、啊、更有精神，然后更亮，而且呢会治你的黑眼圈。用点的，用推的容易会有细纹。啊，还做鬼脸？会掉下来。还做鬼脸？鬼脸是对的哦。对呀、啊，做鬼脸。叫我做面部运动。啊，那做我够。啊，够我把这掉嘅。无啦，啊，就这目睭的运动啊。这是你个人搞笑死我了，不能笑。哎、欸，阿姨，你安尼，我那个但是他讲的是对的。其实我教恁一绝招。好来，就大家拍保证话讲出来。咱哦，像我食个遮济啊，我捌你，可能我坐台子停停停的，我捌你筋骨会疼，会酸。啊，就第一要紧就是咱人这虎口。嘿，虎口。你会记这手安尼对无？这个靠这虎口。你甲不管是讲第一五十个，第十，一听我听，啊，大大拢安听安听。哎，足疼嘞！伊十个肌肉，这麻来会疼，拢安定。啊，这手定完，定这手。换一手，一工有五十个肌，上好有一百个什么？啊，你有碰着？你刚才伊拄仔讲看电视，啊，电视哪看？对哇，哪定啊？哪定？这个是推拿的理。这好搞哦，好搞是咱总经完的头。开头啊，难怪有人会昏气哦。较早那么，哎呀，昏气寡气安喏。哎，就跟我就讲来急救啊！你哦，哎，急救，急救，动物医院，林中，拢林中，啊，林中袂当乌白人治，有时会，林中袂当乌白人治，所以这两位，这两位重点足足个，叫林中。所以我逐天吼，就是拢安尼电，啊，看电视也无差，啊，搁再来就是，这个倒手，因为咱这有很多嘛，哦，啊，这手吼，啊，持在遮，只要一个多点软软遮，甲拗来。哎呦，哦，你拍几年了？我总是啊，啊你要有一阵子啊，你差不多几分钟，哎呦，他才敢绑，嗯，哈，对不对？他才敢绑，哦，我这个手真的很轻松。我一绑起来，一绑不，你唔着个凹安尼对哇？啊，绑过去，你敢那那弹簧劈过，劈下咧。不是呢，啊，你手来持的这个多的呢。哦，穴道，这样手来持就关节这个多安尼，啊，这个才会当个电话来呢。哎呦，我这个绑安尼。我来，你难办澳买啥？哎，你用个吃了，这个吃起来，吃起来。其实哈，就是让你全身的关节、皮肤，通通都有运动到。其实啊，个宫斗凳啊，赶快就个运动了。运动啦，平常时活动啦，然后活动活动，要活你就要动。啊，比如讲，阮这个马如龙哥哥哈，因为他平常哈，他也有少年有在拍拳，所以其实你可以用练拳哦，来给。发明一种的运动，哎，还佫有几项啊？我讲咱全身拢运，什么你都运动会到，包括下半身也运动。帝王功，你看一个所在袂运动袂到，帝王功，除了伏地挺身，消化运动了，直接胸腔，所以关系就卡在胸腔。哎呦，你还在推出去？哎呦，啊，阮也无胸腔，难办，阮会拍到胸。你拍顶啊，拍顶啊，你拍，我咧拍人嘛，你拍在顶啊。你啊，你那个大金刚。哎呦，快射还要赢，不行，再赢。快速啊！要用，等你大咧拍完。哎，这大咧拍咧，拍完。哎，各位朋友啊，今天七十一岁啊啦，七十一岁啊啦。七十来都。啊，七十啊，每过过年啊，过年都七十一。今年七十啦。宝贝啊，茂伯，茂伯搁减伊七岁咧。无啦，茂伯看起来比伊较老啦，不怪叫做讲。我跟你讲吼，对啊，你这是国宝呢。马上吼，伊即卖用是啊，你大波人啦，啊人一般啊，甲咱教就是讲手持安尼嘛吼，安尼。就用双运动袂到，就这两个所在。那这样中间也可以自己打。对，你打啦，旁边啦。像我知道那一天你被打哈，我们今晚该详细个解释，并不是没有用，被打也 OK， 但是哈，别人拍袂扎来的，应该是咱家己。更拍啊，你讲吧。啊，你袂使拍中啊啦。今天两边这细胞这。无，伊刚用拍中的啊。啊，你讲伊啊，伊刚拍中，骨头刚袂穿过。哦，三四刚袂穿。这个不行，干那这两边这个这肉两个这个所在。其实看嘛矮，平常时我坐着看电视吼，就安尼。哦，对了，简单。哦，安尼拍，这样然后就稍微鼓鼓的，这样手稍微鼓鼓的。然后内侧大腿内侧也可以，这个都是我们一些淋巴，这样肉还会紧实。对对对对。哎，那这一招的话，也可以打这里啊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真的可以啊。看来气泡怎么样啦？就算无好，我嘛变运动。这样摆下去啦，行过个一巴。手麦当，太高了。手拢会当啊，安尼哦。这样拍非常好，而且促进血液循环。啊，彩华工人用大叫的吼，大叫。
因为早起来吼，上个简单的时候，喝500cc 的温水，先给灌一杯就对了。这个对哦，这个方法是对的。对，而且灌完了哦吼，以我的经验，无多久就稍等的，就想要来去嗯，对，所以就会不会便秘。对对对，因为便秘是所有癌症的起点。对。拍物件拉屎拢会即块嘛，会变癌症。然后灌了，我小休者差不多5分钟，我就离阮兜便所，对啊，我听过，我听说过，其实方法是对的，真的就是让自己整个放松，那也是一种气功的一种。你觉得适合做什么，你就要做一下。对，没错没错。啊，那像我平常有时候我会做瑜伽，我觉得瑜伽不错。你来做瑜伽。哦呦，好，脚要伸直哦，脚伸直，然后呢，手要打开，然后要往旁边，然后这边也往旁边。哎呦，这小儿科你们拜托，又喜欢个高难度，又喜欢个高难度哎。这基础的不离要辛苦啊，阿公呢？要像在跑步一样来，就跑。往前。哎，安尼嘛袂歹啦。对，然后那在厝里再调做。很简单啊，这都唔免开钱的，就简单，你伫厝里就会当安那看电视喎。安尼袂歹。看伊就冰火五重天，对。好，阿公一种足够侪，就是脚。跟手要一起，好，会不会鼓掌？好，会会啊！真困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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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困难！再逃，看你有办法吗？来来，会的，没的，没的，你坐这位就好，坐一头前，好。啊、你卖向伊啦，变啦，变起来，一百啦，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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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没，一百，脚跟手要同时拍掌，拍脚，伊就变起来，伊变起来，伊脚变起来，来起来，来来来，阿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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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帮忙，哦哦哦，阿姐跟你变，阿姐跟你变落来。起来，好来，拍到一个，拍个手都会拍破，啊，厉害，不啦，他还变鬼，他会变，我那变埋出来，哇，好厉害，比你更厉害，比你更厉害，比你更厉害，难度诶啦，他简单啦，啊，我这个已经是没办法，哎呀，没有那个阿哥，阿哥都是教，阿哥都是教，无啦，阿这个就简单嘞，往后仰的是安尼嘛，整个要。哎，真的很难呢。哎，阿哥，哎，阿人我拢看人已经拢趴到变安尼，阿你奈敢那安尼？哎，恁过来来，阿哥有啦，哎，阿哥有，你拄啊有盘腿，你盘腿。盘腿。哎，阿哥有，敢是这支啊？这支爱沙来，按不来，按不来变，按不来变，按不来变啦。我买呀，哎，阿姊啊，你高难度的呢？我打的，这边。我懂。啊！哎，哎，原来哎，人囡仔拢食手去食脚呢，你来看。哎呦，好可怕！这哎，这对我来讲食简单啦。啊，这你骨哪样软啊？对啊。哎呦，变心的啦！哎呀，规日拢无痛啥呢，骨哪样软？变心的呀！哎呦，镜头啊！变心的呀！来忧郁症给他们讲脚。哎，这波袂歹啦，我感觉这波阿姐你当过节有无？不错不错，真的这样子。嘿，对啊，哇，哎，你那跟那迄只狗，你比你较紧呢。哦，嘿，你看，哦，阿姐，你看一摆，预备起，来，好，阿姐预备起。阿姨，哎呦，这是太济啦。阿姨，先老高无，我先不高，我先不高哦。哎，要是因为阿姨先老高啦，你这样不高，我别讲，阿姐，哎，你教拢无哎呀，你教拢无哎呀。阿姐，这种。我叫你慢慢起来，不是向阳河起来的呢，你得慢慢起来的呢。哎呦，你别讲，哎呦，好可怕哦。
喂，哎，你好，咱若是要咱要倒立，就用用护起来，再倒立起来，伊这无慢慢起来，嗯，好，哎，啊，一招换招换招，好。哦啊，劈腿了！哎呦，哇，哎呦，哇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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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喂喂喂喂喂，哎呦呀！哎，根本就哎身体是啊，不是人，这不是，这仙女，这敢是骨头嘞？好，劈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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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劈腿，好来，倒起来，我靠，倒起来，倒起来，我你快笑我嘞！喂喂，倒来，我给你倒酒，我给你倒酒来，好。你个后台哦，是啊，但你讲了个二五笑我嘞，无法度啦，你厉害嘞，好，过来过来，下一招，下一招，你点不要一直加油，你点要一直加油，好，啊，然后这个吼。咱的骨盘病有来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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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老大人总爱拜拜，啊，这一定在这下拜啊，七，对，喂，你不是讲你足够的拜无三姨，喂，咱来讲拜无三姨，关到关到两公就讲出来，这拜无三姨，不倒高难，不倒不下垂，肚子不下垂，哎，你牙不够还要啦，我给你动掉，我给你牙胶好了。来十，来卡过去，八七六五四三二一。哎，阿你那有钱哦，阿你手给他卡，我你也卡，不是，哎，阿这阿你肚子阿你袂输，跟阿你生囝。人今麦跟你手去中啊，你好不好嚼？手啦，手你搞啦，莫卡莫脚，他手是放在这里呀，莫脚啦，莫脚啦。再接冰啦！你看伊，你看伊，你看伊，他个手撑到这里来，好，嘿，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哎，做广告，哎，我操！又没听啦，你别那笑。菜头阿在笑人，你家己来，你话啥？你家己来，来，你做跳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那可能，来，哦，拄阿伊家，拄阿伊家，一、二、三，嘿，手阿卡拢行起，一、二、三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长腿。地基无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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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用。再来进货没？靠大咧，我那再来，我那再来啦，我那再来啦。靠那个诶，八道，我阿伯给你扶嘞。先卖五，先卖，那再再个过，再再个过，这样子嘛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你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，还 OK 啦，我动作久的嘞，好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好未啊？一、二、三、八、九、八、九、八、九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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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、二、三、八、是啊，伊那在收狗巴子。阿姨啊，我简单嘞，咱来做吼，这药吼喝水。对对，做较简单。好来，药喝水，啊药洗落去。哦，水药洗啊，水当当。阿姨，你药。哎，药进来洗啊，水当当。哦，好啦。你这么先放屁啊，阿姨？你跟你洗药没关系。阿姨，唔免跪，卡真都跪跪啦。哇！我是讲我比老师我较厉害啦，是不是？就是就是。我这也不是简单。一般哦，不是我在家里有时候啊，老师这用那也是用那在厝嘛是那用运动八道安尼，对不？真的啊，动一个肚子啊！哎哎哎，小姐，阿姨，你讲那个好安尼变化，你爱动作的啦，你要做微信的。我每天在做呢，啊，这讲的在丢呢，你这摇的会去伤到腰椎，不会呢，动摇的摇的不行。可是他这样子是平是这样子，对的，开始先这样子，后来再转，我先这样子，这样转，阿姨，阿姨，这样转，我转转多顿来买晒，转转转，我大家拢转。阿姨，你无夹钢啊？你看，爱夹钢，爱夹钢，爱缩钢，爱缩钢，我说来你打，你今麦来要转下脚掌啊？会，这袂使紧张。好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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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大家有没有？我有没有动？有有动，这边没有动，这边没有动，对不对？看不到了，看不到了，这是
先卖收啦，先卖收档，就等下就要开始，老师开始正式给咱教。我看到你要在袂当来吃嘞。喂，阿姨来，我教你小蛋吼，切了袂发倒的啦。切都袂得。咱吼啊，卡拍开，要先开袂要紧啦。会来开无问题啦。就是要开甲合，才会生囝，对无？对啊。啊，要生较济，我开甲合。生足济太开啊嘞。啊吼，一般啊袂开吼，就是你的地基袂用。地基用。啊，今嘛地基爱固用。是。啊，来手来。啊，我今嘛买生囝，免用啊啦。地基用吼。吃一百空一楼，吃一百空一回啦。哎，是哦，地基是安尼啦。伊你若想要六十岁才能弄起来，无简单。好来，手举起，安尼安尼，简单啦。好来，手扭起，手背扭起，是扭起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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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扭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变回来，再一届哦，好来，嘿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啊，扭转转来，哎，阿姨，扭转来啦。我讲，哎，即摆去闽海，下身湿湿，即摆湿起咧，底起个骨盘个用，湿湿，下身变湿湿。我即摆去闽海用啊啦，你唔敢用，你拢唔敢用。好来，卡通上上来，卡通上上，卡通上上，又进上上了，又上上了，又来了。哎，是哦，阿姨，别拜哦，这样。阿姨哦，今麦卡合起来，伊袂落去呀啦。安尼，袂落去啊！哦，我管无。哦，真嘞，真的。你能发财？你拜拜啊！别来，你拜拜啊！为什么？老师为什么安尼从这？啊，就是这个么萎缩啊，这么纠结，这纠结就是老黑啊嘛。啊，咱今麦杀起个骨盘，啊，杀到起个哦，这骨盘就有弹性，跳卡撑得掉，卡撑住跳。哎呀，真的，他的活力就活。哎呦，老师，我们的骨盘是咱的地基，地基啦。你的地基里臀部就是，臀部重要啊。哎，他说不要去拿土的了啦。他的地基他在啊。黄老师你好，请问啊，咱在讲保养，人这体格唔知有做保养啊？老师敢会使问在安尼几岁啊？即摆一日一拢爱讲问诶。制作人说哈，要找一个六十岁的人，啊，我刚好六十岁。你哪知诶？哎呀，那体格就安尼，我换一个，我看一下。啊，是哦。看啥咯？换一个啦。这个老渣话。喂，炸掉掉！你马上骗，骗！你让占位哦。哦，我们谢谢王老师。好，谢谢金姐。你敢会记？古早的人啊，为着要水啊，有时啊吼，咱尤其要做新娘的，要做新娘的吼，讲无开面袂使，较早安怎开面？就用线来挽面。哎，对，我错。挽面有的人讲吼，会着过敏。会去迄落山区下，但是你若卖过敏的人吼，因为伊卖面的时阵，顺便将你迄落叫啥毛细孔内底杂质，迄落脏东西，肺的角质，啊，咱讲叫啥粉刺，迄顺便安尼慢慢的起来，你敢不知？白头粉刺、黑头粉刺，所以吼，较早啦，常常咧卖面的人吼，迄卖久的皮肤的面拢敢那红红啊的，更起来。嘿，啊，但是有的人卖面会去山区，像我就会，恁会无？我唔捌办过，我甲你讲，我小看尔，你捌办过无安怎？哎呦，你哪用？你看皮肤是油的，水吹就是啥？你会甲你办迄个人，可能吼，迄酸，嘴烂啦，嘴烂，所以有嘴烂，你这皮肤吼，伤过敏感，啊，安尼自然就出对。感染，你较早我是阮阿母，阮阿母拢爱爱扑一个，对啦，啊，酸感染啥？嘴烂啊，臭臭，酸感染啥？啊，你阿母拢淡去，你来搁加掉，加去安尼啊就袂。我唔要办面过。你爱办面吼，即个毛细孔只会安尼较细。真的，因为哦，你平常有用修面的无？因为有的人毛孔比较毛比较粗，啊一定爱修，啊再抹粉再抹会掉。啊，不过你来修的时候修久，迄毛愈来愈粗。对。啊，那用慢的是愈来愈硬。对。慢的毛粗。慢的毛粗。像咱较早有啊，白白的，即摆人拢用修的着。嗯。较早阮拢用慢的，慢掉，慢久哦，迄个位置拢无毛去啊。对对对。啊，再毛细孔较粗，较大。还有一种有的人吼，迄个下头伤夹，下头太低的吼。我下头太夹的啊。啊！你啊，我阁有甲抠个，我有甲抠啊，又卖用抠的用板，而且我有用抠的，你爱用板的。嘿，我来讲，因为我以前哦，下头嘛较夹，啊尾啊吼，我就用，因为迄个夹的迄，慢慢啊夹夹夹夹，啊那夹久吼，都无去安尼，啊夹久，然后才本来比如讲发头毛的所在吼，伊才变咱的骨头，啊骨头顶都对我较好，嘿，所以反而是对的，是好的，对啊，嘿，咱今仔讲我那有一个。闽南的老师来到现场，季中信季老师。哎，哇，人嘛太好啦！你看伊的表情，你看伊的表情。现在我暗爽。
爬到电梯上，啊，几只娃娃在推动。像我嘛，刚才是捌办过，我唔捌办过啊。你捌办？你会惊听无？诶，又去诶，是我来吼。你吃力了。我拼一个试看卖。你拼一个啦。确定？确定。好啦。哎，借问吼，办这是爱卸妆无？你按较袂，按较袂听，先办。爱卸妆无？无啦，是我袂光粉啦，要卸妆啦。你若较浓妆，我会来卸；啊，你若无浓妆面。啊，你感觉我这是爱卸啊？免稍微卸一下。一部分而已啊，因为无要化，无要办啊济啊，可以办遮就好啊吧。好啊，好，搬家较袂痛，啊，遮皮肤较无啊，就好啊。脸颊你不是说比较痛吗？就，我觉得喙手拢痛。你哦，你敢玩？这个是一大挑战哦。你敢玩挑战家哦？这就痛哦，这挑战哦，比较痛。这是一大挑战，但是没问题，这我无法你挑战。你若会办，我就教好办。哦，我来，因为我以前办过啦，哎不，有听不？哎呦！是讲老师到你到到府服务哈，无啦，应该无。我办你着办，着办到较我鼻腔遐，鼻腔下较我听咧，你敢知？哎呦，真的吼。你卖你这都穿个裙子，好身材，身高一点，你身高一点，身高一点，身高一点，因为我就低，这不是低萌啊，我换那个角度，你有胡子，啊这边我不好混，不好，厉害，老师的卡手足紧，卡手足紧。啊，较早就是足慢的，啊，拄啊拖唔在听。啊，我就是讲，阮老母对啊，伊是安尼，伊的身躯会安尼。刚才话就无话咧，对。对，阮老母的身躯 A 一个 A 一个安尼，才会慢的。人伊特别慢，那没 A 喏。我要来，伊安尼慢一个面头变十分钟。哎，足紧的，足紧的，我要来后慢，我要慢。等下就直接慢慢。因为你这边哀吼，伊就已经过啊，所以咱较袂痛。哎呦，规个班落完，规个班落完，无你较袂喙手剩一边。你啊，你啊，你来剩这样。我袂痛。哎，不是这样子，这样。哎呦，安尼有骨骨子啦！你安尼中撩起，安尼才对啦，安尼对。嗯。一下啊。啊，不过有效，有效。嗯嗯嗯。真水，真水。嗯。啊啊！嗯嗯。就疼，就疼。哦，就疼，就疼。真疼啊！伊一直甲你呼呼的。啊，老师会出来。哦哦哦！你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甲你讲，我来讲遐俗名。哥哥真欢喜啦！我等下替你报仇，我等下替你报仇。剩一千万尔，这边完啦，这边完啦，这边完。好，这边完啦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啊，你等于慢洗面啦。嗯。这个所在慢洗的多。嗯。我要芦荟，我要芦荟。我抹芦荟就袂啊。嗯，袂啊。哦，好啊。嗯。好啊。哎，哇，清气淡淡啊啦。哦，脚手那才紧啊。所以你讲改良，你是安怎改良？改良你家己的手法就对了。哎，对。无啦，改良你较紧啦，你。你做手法，我内底有按摩。哦。比如咧讲哦，要同时三下啦，对吧？做按摩。比如说这样，啊，你手就紧不敢那个。不是，我这内底有轻拍。轻拍哦，一下才会拉，轻拍哦，拉哦，所以轻拍那两下是没用的，快很准哦，所以那两下是假的，噔噔噔，对对，所以有办到，那才是真的，噔噔噔噔噔噔这样，真正这拢袂听，哎，这一排哦，丢了吊顶，那个我来来来来，我替你报仇来来，菜头啦，菜头，我这样办有清气无啦，有真水，啊，我讲我到大细平，没，我没办啥，办卡毛啦。你喜欢扳斗，你喜欢扳斗，大扳斗，那好吗？去摸腋下弄个三，腋下，我看到我想看摸上面有呢。
我啦，我也无摸，我也无摸，我有卡没有卡摸，啊，面顶摸这么多，慢这个，慢这个，卡摸，卡摸，卡摸，哎，菜头，你面顶这多摸，下卡拢无摸，有啦，我记一下啦，哎，来，老师，有人在帮卡摸吗？有啊，卡摸无啊，这么刁啊，足粗的，哎，足疼无，卡摸会足疼，卡摸会足疼，你帮卡摸，啊，老师，你是要生囝的？什么语言？你看，手拢抓条条的，卡摸应该袂疼啦，没啦，卡莫爱听。啊，你扮戏啊啦，个扮，哎，别只莫着要咧。来，你是爱唱我听。没啦。哎，你爱这是足受的声咧，你作为是。你这爱这是咧听的声咧，你。哦，来爱莫紧吼。哦，这暗送的声啦。好啊，来换菜头啦。你看伊的表情，你看伊的表情。小仔，我暗送。老师，我连讲真正要来去学你卖面。好啊，我一定要。哎呀，你等下才发面试，我问大家啊。好啊，好啊。哦，等下，好好好。啊，你感谢季中心季老师，谢谢。啊，拢清气啊，拢清气啊，你啊，我时间呢？啊，那你要挂啦。我等下要挂啥？你他待会给你抹芦荟。啊，你说回去不要擦油的东西。什么都不要。擦油。你都不要理他，他就好。对，哎呐，看你看找不到，越是不要理他，越免烦恼。对，你但过灯光，你感觉你的皮肤明，容易做油，看油，加加做油的哦，因为你没有那些那些。我这个抹膜啊，你啊，我早起是规面拢抹嘞，连这膜拢拍个油嘞，啊，你慢慢。其实我以前哦，以前我就话唔知影讲单位伫咧办，啊，咧路边啊，我卖啊，像人这老师这有店头的吼，像我一定会改约时间来办，因为较早我拢固定到一个月、两个月要拔一次，伊无伊诶，照问老师伊偌久会发出来哈？这样，十八天就发出来呀。哎呀，啊我拢会甲动动咧，搞一个月才去办。有你遐无用着。诶，啊，但慢慢的皮肤较油哦，因毛细孔一点都。而且很好上妆，非常好上妆。照几班啊，都要坐一排。哎呀，咱就时间个约个好啊，拢咱家己较歹势啊。我咱只爱抹贵宾，但变遐侪人咧甲咱看。以前拢无店来，你知影？拢转咧树仔口啦，像树林啦、树仔口啦，阮房桥咱庙口迄边啊。你会感觉啊规大规人行啊，看啥？会感觉咱就歹势。无啦，还是坐咧，坐坐椅啊，坐坐椅啊。啊，你来树仔口，大家拢有咧甲咱看咧，歹势。嗯，所以敢若台湾才有这呢，日本无呢。伊都唔捌通我用，全世界敢若无敢若台湾有这版面的呢。嘿，啊，除了这款的保养方法，你还阁捌听过啥物吼？较拔啦，还是敢若较突出、较恶心的？哎呦，较恶心的哦！啊，我来先讲这个恶心的好啊。好，我捌听过的，诶，人去外国啦，美国吼，有人迄啰查甫人吼，迄啰物件，用来抹抹面。哦，迄高蛋白质啊！哎，我咧讲，会咱看 A 片，看 A 片，捌看人安尼甲食。抓规面。无 A 片哦，医生甲你抓规面安尼哦。系啊。抓规面，啊，有诶，搁甲食落去安尼咧。有啊。我讲你听，这高蛋白，你讲着这种高蛋白质啊，好恶心哦。我一个朋友，真正咧。就臭臊诶，我一个朋友较早开酒店，什么哪个哪六十几岁，拢咧食迄个。我捌送。伊个哦哦，查某。查某哦，查甫哪有咁样？哎，恁查甫家己有，家己做出来，家己吃干。嘛是有啊，真正。你敢不敢吃？我唔敢啦，我唔敢。但是我的朋友，哎，内底有足侪拢恁的囝嘞，家己吃家己吃囝。哎，真正，我迄个朋友啊，差不多加我一两岁，看到敢那四十几岁，伊拢专门咧吃这种，啊，拢吃少嘞。而且听说啊，每天要一杯。一杯是无一个啦，一杯袂得吃啦。你叫你当，我说一小杯吗？不，你敢不敢？你敢不敢？我不敢，但是你当的，你敢吃不？当然嘛敢。哎呀，你敢吃？哎呦，那哎呦，自己老公的东西有什么？而且我告诉你，哎，就臭臭哎，很恶心哎。啊，你是敢吃不？你来吃臭臭。太像了。像我闹亏啊！像我很闹亏啊！阿姐，我是不得意的呢。是啊，我是不得意的，我唔是主观的呢。嘿，因为阮翁啦，倒不是我。真正吼，我才配合吧。呀，好伟大哦！你敢知输啊？阿姐，难怪咱两个在嫁未出去。阿姐输啊，我搁配一杯柳丁浆呢。哎呦喂！哎，你妈妈你咩特别土？难怪皮肤漂亮。养颜美容，皮肤漂亮。真的，我也是听说这样子的，就是他们。你根本就喝了，还听说？那是偶尔一次啦，偶尔一次啦。真的啊，什么味道？
就是像阿姐讲的。哎呀，讲啦讲啦，你是要吃过，你是要吃过。我若吃着就好死。为了一个吃这也着搁酒醉。不是啦，啊，敢若你是毋捌吃嘛？我真哩讲笑。哎，等下，我马上讲哈，我哪毋知会吃。我来啊，吃了什么味道？就是。我其实都敢都憋气了，其实不敢闻那个味道。那大约呢？大约，比如刚刚吃到鱼还是吃到虾还是吃到啥？哦，鱼啊，虾拢都有。那就是综合 BJ 搁较粗安尼就对了。但是我觉得其实那只是。没有常常啊，偶尔一次啊。但是我听我朋友讲，他们就是那种国外，就是每天要一小杯，就是一点点，然后敷脸。真的，每天听说那皮肤喜欢加臭臭啊嘛，敷的那个15分钟一直皮都黑，我在头死。可是奇怪哦，我发现那个干掉就没味道了。干掉就没味道。对，你哎，他有敷面，他有敷面，我外边哎，那恁阿那较济，你袂要卖讲干那敷面，你规身躯拢干抹抹。抹遐济啦。够啦。量啊，怎么有那么多？彩丸用不着啊，真的。B B， 你无感觉彩丸用不着哟？你就是去用可能抹面哦，无你即马才几岁尔？你都还没30岁，看起来怎么敢那40岁啊？我40岁呢，我40岁，你都抹一换好过啦。我也是，我这个袂歹呢。像我捌食过，是捌抹。我迄昨天唔捌食过，但是我无你会扎臭粗。你慢慢做过。无啦，唔捌看食过猪肉嘛，捌看过猪脚咯。没有，我讲一句，拄仔讲，我想到一个恶心的吼。伫个马来西亚，我去表演的时候，我刚才想起来，人食一种物件吼，伊讲会当美白。养颜齐家，哎呦，然后什么？你咯？这是蒋欣赏啊，啊，鬼叫娃娃，对对对。马来西亚，我去表演的时候，我刚才想起来，人食一种物件吼，伊讲会当美白、养颜、齐家。哎呦，然后什么？你落鸟鼠仔囝。哎，鸟鼠仔囝吼，还袂开目睭，还袂开目睭，然后呢要生吃，就把它吞进去用白开水。那我多食。啊，都还袂开目睭，鸟鼠仔囝细细只，等它生出来。你就算这么大诶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有完啊吼。比咱的肩胛较细条，咱吞袂落啊！迄一只嘛遮大只，哎，迄无影讲吞落，迄伊有共咬落，啊咬落伊。我讲了，没有，冰冰，我亲眼看他在吞。他用吞的。对，然后不能把它咬碎，就直接吞进去。啊，迄鸟鼠仔叫一个透明的，迄一个透明的，对啊，就细只。对呀，他以前安尼，他当场喝给我看，我惊死，一个那个是可以美容养颜，所以叫某姐各位阿姐，如果那讲尿鸡啊，看看讲，你们跟多钱？我拢不爱，我两个都不要，两个都不要。无啦，咱面相有钱人啦，咱有迄个皮肤吼，咱做得袂好，安打打，臭臭臭安尼，安看看结结有无？伊就咱掠伊就变吼。啊，神人啊！神人啊！阿伯就掉起上，啊，几只娃娃都掉。为什么？很多人。啊！这是旧的。因为两个，因为两个，哎呦！是新的。我太开心了。看神人啊，爬在边，边，我都要惊死。等一下，为什么买溜爱甲掉掉？伊个讲买溜唔好，迄个。嘛不是，我感觉就是你也戆戆啊，掠买溜，伊会断去，你知道？不是。你该买溜断去，身躯就走去啊，才甘愿掠身躯买溜。啊，你还有讲？你不是不要伊家己落落去啊？我讲迄个买溜有垃圾。哦，买溜垃圾。你那什么买溜大，掉去啥？掉落就断啊。啊，然后爱去洗洗无？拢无洗。当然最少强就好啊，简单的。因为你看，神人个皮肤足水个。对，你那在你捌甲蒙过啊？我都不看啊，干嘛你看？你看，你就知影皮肤就是啊。哎，人家讲，迄种叫，即我讲，即叫侬古早的迄种啦，咱这本场干部人员。哎呀，哎呦，哎，我你爱讲是偌大只的啊？到睡觉就讲人哇呀，大只，你简单个拢做细只，简单个拢做细只。然后前头够叫声嘎嘎嘎嘎。对啊。哎，然后哦，它那么大，你其实也吞不下去，你一定要咬一次。那咬一次那个。你干嘛讲？
我事先就是咩，我食皮肉皮肉粥嘛，伊就是皮肉粥嘛，啊皮肉咧面伊天生就是安尼，啊，敢那有哪会有蛮唔是讲发热啊啦，敢那啊扛扛起起啊，啊皮肉拢拢。啊，即嘛好去啊嘛。好啊。伊食几只才好？食几只我无敢问啦，伊就是讲食食食。那即嘛闲人啊嘛无无得哩啊。医生哦。一寡老东西听我的，因遐吼你会惊，唔好。啊，无你食啥？生肠。啊！生肠。生肠哪个？我跟你讲。生肠什么？生肠就是猪的生肠啊！猪的生肠就是叫做猪的猪肠呢。对啊。生肠，迄个生肠头讲较贵，较无脆脆，迄个就是猪肠。吼，猪肠。啊，过来，迄你看看一只猪，伊看爱外用，这是有根据的，你知无？一只猪会当生偌济猪仔囝，就是表示讲伊的猪肠足用的，所以咱对咱的人体有帮助。所以以形补形，食姜、食猪姜。是，我是讲咱这上简单，你食米粉汤啦，是食啥路边摊拢有咧切生肠啊。有啊，迄白切啊。对。因为迄白切迄拢有啊，所以款会当讲甲咱保养。嘿，啊，啊，款会上有营养。食迄安怎？食迄安怎？食迄安尼就是讲会较会水，皮肤会水，较袂较紧老。哇，那阮某上爱食生肠。对啊，我嘛是啊。各位朋友，那食了会足水的，生红啊，小老鼠，啊，各位的。啊是我生的，要吃啥？但是我跟你讲，我今仔很，我坦白讲，我今仔吃啥物事？我吃胎盘。真的吗？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哎，你要讲胎盘呢？大料大料有吃就是，我听说了，是哪天呢？足侪人吃胎盘。哎呦，我是咧讲啦。哦，哎，无，哎，只要对心，你心肝袂当过哦。阿弥陀，阿弥陀。我过来比哦，吃生肠，吃死哪天，搁吃鲜红啊，小老鼠。要吃那个倒一种，好来。你讲要吃，你还是吃，因为那拢杀生啊。生肠，生肠你唔敢吃？啊，生肠哦，敢敢敢吃生肠？妈，你杀生你，哎呀哟！啊，这哎，你爱吃，你还是爱吃。伊是有只大杀生嘞，嘿。内面是几啊千只呢？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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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你一定要吃一只小老鼠，啊，无袂活，你敢不敢吃？我要甘愿要跟我死，因为我无勇气吞落啊。我嘛是呢，我嘛是，我嘛可能是安尼，对啊，我嘛是。不是啦，咱干那提迄个蜂蛹，蜂蛹较袂晓惊，我都唔敢。我嘛唔敢。全啊，搁全世界什么我都唔惊，但是看到我就唔惊，恐龙都唔惊，我是惊鸟鼠啊。哎，咱真奇怪，咱拢足大只，咱拢唔惊，细只我都唔惊鸟鼠啊。哎呦，各位朋友啊，你记得要讲啦吼，讲社会上都是有这款的风。啊，嘛是找对的方法，袂惊的方法，袂违背着良心的方法，祝大家永远青春美丽，谢谢。Yeah!